我只能这样，然后移到人家身上这样而已。我不能这样压完枪，移到这个人身上把他压死，好难哦。点射哦，点射可以啊。噔噔噔噔噔。马吉鬼啊你！压枪机哦，对啊，活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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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妹快一起摇，摇到天荒地老。红桃姐姐快一起摇，黑桃妹妹快一起摇，摇到天荒地老。The tempo， 有几鬼？啊，是会摇。Stewie 的准度很高的，所以我也想要练到那样。我觉得我的准度还不够高，这个速度不是我要的，我要变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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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懂？够准。妹快一起摇，摇到天荒地也安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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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噔噔噔噔噔，你已经是大哥号了，还是去找个菜丁来练经验？哎，老师 B 要怎么表演？这个应该遇到，差一点哎。差一点点啊！甩的那个原理是啥？甩个原理，这个原理就是就是你对像我这样从边移到这边，就是大概抓那个位置。就是平常你在做移动的时候，就是你想要从这边移到这边的时候，你要可以很准的定点。像我现在就不够准，所以我会有误差，所以我还要修正。你是直接选手，是直接这样子，然后就移到这样，就直接移到上面。所以甩的原理应该就是所谓的记忆，肌肉记忆吧。像我这种一直换灵敏度的人，肌肉记忆就记不起来了。像我这个 2.5 也是刚换回来，之前是 2.2， 所以要给我一段时间记忆一下。记忆一下，差不多，就记一些位置。Oh yeah！
不会甩太短啊。其实我现在是乱，我现在是放松在甩，我没有很认真在瞄，所以不会甩太短。我是很放松在瞄，因为毕竟肌肉记忆就是要放松，它才会记忆到。你不用一开始不用很快，你开始可以慢慢瞄，后面慢慢加快。你开始可以很慢的去瞄它，一到你觉得哎，这个距离是你可以抓到的距离，你就可以去尝试。有些距离是你可以抓到的话，所以所谓的肌肉记忆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不用动作太快，你练枪的时候不用太认真的去练它，因为你会疲乏。等你疲乏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记忆了。想办法慢慢的滑，慢慢的让它记忆起来。可以帮我加油吗？可以。所以这个是我的练家方式。这样来讲好了，如果你一直很认真在移动的话，你其实你练枪很快很快很快，然后你每一次都打得很用力，滑鼠会被你按坏的那种方式，你很容易就肌肉就会酸痛，就疲乏了。等你疲乏的时候，你练的那些都忘记了，所以就慢慢的移动了。就拿 screen 来讲好了， screen 也是慢慢的瞄，他一开始也会慢慢的瞄，等到他抓到一定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加快了。他就开始加很快，所以他会有时候偶尔他会打出一种很神经枪，就是可能有人一出来他就这样，就打到他头，就是他肌肉记忆，他的反应就是这样。你也可以像之前 VG 有一个那个叫周聘的，他也是练枪魔人啊，可是他的练法。就是一直狂开枪，打完一直对墙壁开枪，他可能很讨厌墙壁。你可以有误差啦，可是你的移动的时候不能像这样子，我移到这边，我要移到这边的话，我不能这样移到这边，这样子就是有大误差啊。这种东西就是，干你的滑鼠灵敏度太快了，或是你这样子移到这边，谢谢，这样就是你的滑鼠灵敏度。有问题 ，OK， 反正没在听。好，所以你要慢慢移。所以我跟你说，滑鼠灵敏度，你觉得快你就调慢，你觉得慢你就调快。一到你觉得 OK， 这个是你 OK 的，要慢慢调，慢慢一个一点一点调，调到你觉得哎可以了，这个灵敏度是我 OK 的，我在任何移动滑起来很顺手，我跟得到人，人家在走路的时候我跟得到人的话，那就对了。这是什么城市？要怎么去找自己的灵敏度？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，慢慢的调。记得两年半，在你上下班。然后开枪的节奏可以自己抓，每个人的开枪方式不一样啊。有点发的啊，有盖特流的啊，看到人就开始狂压猛压的。今天这么难的，不如
哇哦！正点打电动，你化妆早就一个借口，你还敢说我，我真的不想醉，你看你又对我敷衍，我才不想跟你吵这些，浪费我口水。陈同姐，陈同姐，你的 M4 是往左下压还是右下压？左下吧，右下吧。我不知道，有没有在记那个，应该是右下，往右下啊，往右下，右下。哇哦，你一直对我那么温柔，从来不说 no。8:30哦，可以吗？啊，小姐，嗯。正点打电动，你还敢说我，我真的不想追，你又对我敷衍，我才不想跟你吵这些，浪费我口水。从来不说 no，玩不枪都有打狙的习惯，枪法几倍？啊，你们可以，你们真的不会走点，真的不会像我这种走点方式哦。我这种方式，你真的没办法，你真的受不了这种走点，或是你手脚不协调，左手右手不协调，不能用我这种极靠北的走点方式的话，那就用点，就是用蹲下走点或者蹲下压枪。蹲下在移动的时候是很准的，或是 shift 的移动，哎 ，shift 的太快了。蹲下是很准的。像点歌也会这样子，蹲下的开枪是极准的啊，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是这个啊，还有你也可以蹲下压枪，这也是极准的啊。左右都可以啊，左右皆行啊，自己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方向。反正很多人都喜欢这样，看到人蹲下开始压枪。那 Crazy Face 也是喜欢蹲下往左压，所以每次遇到 Crazy Face， 我就直接往右下压，打死他，打不死他就算了。One tape 才是男人，是不是？